鬼子呀，鬼子呀，都是我家己唔正样才不干的啦，都唔听囝的苦劝，我即马是要安怎才好？我即马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我都无死袂衰啊啦！我今出门奈无看通书啦，啊咧规路查某警车，惊啊两只狗无舔死，啊，歹结掉，歹结掉，我讲，停车所在哪休困一下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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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无这三鬼，你也要骗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做鬼都唔帮你耍，我就要来做鬼来抓啦！哎呦，啊，我好啊啦，我也老啊。嘿，那比较好啊。我来300万无去啊！哎呦，水内遮冷，咱底还袂饮是嘛，先寒死。哎呦，啊你是要哪啦？啊你是要？哎呦，哎呦，安尼我是要哪啦？好啦，全班让你寒寒死啦！哎呦，我直直聊落去啦！阿浩啊，阿浩啊！鬼水呀！你在创啥？啊！哎呦，要死我！哎呦，你在创？你在创啥呀？我来，我来救你！没气笑什么呀？救啦！去哪啦？你是不是把我救回走啦？啊！是不是把我救回走啦？这啦，无啊！你创啥啦？你气笑什么？哈！好命做阿妈了。哈，看我咧写入去跳岗，无啊？你是感情有问题是？哈，无像你感情有问题啦，我哪有要跳岗啦？嘿，我是望看水是偌冷啦，啊，岗是偌深，哎，啊是你直直甲我叫，直甲我叫，甲我背落去。啊，又讲你做查某呢？好心无雷针，我无甲你叫，你讲毒死啊啦你！我，你安怎你？哎呦，好啊啦，莫阁笑啊啦！讲来听看卖，是安怎你要去跳岗？我咧讲哦，我上敖伊人款疑难杂症。哎呦，拜托，我讲着我哭，到底是安怎讲我听啦？哎呦，你若讲安尼哦，我有哪行啊要搞？阿舅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来碰到我闺蜜啦！啊！你泼咧水，开面水都唔惊，惊我再拍下手，我要啊啊！好啊！哎，今朝来我找我，不然你会感冒啦。我感冒，你嘛感冒。好上，好。行行行，今朝来。哎呦喂！行行，阿上，来来，行行行，我上。我甲你介绍一下。丽丽，伊是印刷，啊，伊是阮阿姨的查某囝。你好，你好。对啦，啊，差不多要去上班啦吼。对，上班这边，我嘛闲闲无代志啊，你闲介绍我去伊遐上班啊。袂用的，印刷伫咧拍布上班，迄个所在无适合你。是安怎袂用？啊，拍布是啥物所在？是边甲我讲遐个话，我袂管。也毋过，你讲迄个话实在是伤着我的心。迄个查某囡仔，看起来遐尼啊单纯，遐尼啊乖巧，因两个人看起来又搁遐尼啊舒服。
志平，你从来都唔好甲我讲过迄个查某囡仔代志。小李讲，你应该打电话甲我解释才对啦。一定是志平。喂。奇怪，你说逐天上班到遐晚，即马应该还久咧困，哪无人接电话？真水呢，真水耶！妈，哎，志平，我要好好交代你。这摆你若是丽玲搁甲我带放去，我就袂放你煞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若是吼搁甲带放去，那呢我嘛唔敢倒转来啊。你要转来唔转来，我不管啦，非得吼丽玲你要安全甲我带转来就对啊啦。阿姨，袂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若一直安尼讲，等到我会感觉歹势。明明是我唔对，啊你煞一直怪志平。万一吼志平若真正生气，啊无爱插我，甲我等下唔管。哎，我就惨嘛！丽玲，我绝对袂甲你当咧唔管，我会甲你甲你磕头，互你无法度离开我的身躯边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就用手甲你磕的，看你是变哪走。嗯，志平，啊，你是把我当作是你的犯人哦。那你是个犯人，我才唔敢用手甲你磕咧。好啊好啊，卖在遮搭水果，进去啦，好啦。阿姨，我来啊。嗯嗯。爱记的吼，甲照顾好势，较细腻的哈。好啦，妈，一切包在我身上啦。阿姨，我来啊。这两个囡仔哦，我是愈看感觉愈速配啦。喂，要找志平哦。志平甲伊新交的女朋友出去啊，啊，咱倒去要找哈。找无人，小三即摆的关系，我那是要打电话通知。果然是假卡呀！你看安怎？安怎？哎呀，我穿那个下属哦。衫是你的啦，穿是会穿的，但我感觉哦。有较安淡，无影咯，苗条咯，哇，拢都走走出来了。啊，是讲阿好啊，你是较三板嘞，啊，血豆我食到哦，肝茶软一半，哎呦，嗰个什么淡恋爱。嗯，我都知影你安尼讲，本来我就袂甲你讲啦。我爱讲哦，我先等阮老的相片条条，甲你照抓啦，我根本无意思。卖照抓啦，我是甲你讲笑的啦。讲迄个要做啥物？叶碧静。对啊，啊，我想着啊，我把佮提起你哦，我讲我有一个足好个老大姊嘞，哎，啊，人伊嘛讲叫我落去佮你介绍好伊呢，该知，啊，若无哦，只请你往那拖落去，你死无活。我哦，才袂像你遮戆啦，两三句话就心存笑破人的嘴。那我哦，老神在在，少年时阵哦，即个人规拖拉裤，嗯，我心都袂动啊，哎，食个遮济话。像你这讲，笑话人来做。讲来讲，落个三百万的歪钱啊！又好啊啦，别去搞啊啦！免讲你嘛袂搞，三百万是我三代人就一代开工，我是免哪只好啦，我。哟，三代人就一代开工啊！我听你安尼讲吼，哎，这人有够可行呢。我就想把那个创意倒转啊！
好啊，爱住什么所在啊？我唔知啦。住什么所在你唔知？啊，电话呢？啊，电话都敲袂通，拢无人听啊！啊，有你这人是有够戆呢，哈！啊，钱白白提起开，敢若贪人遐利息，你哦，小贪两家人啦，你。啊，我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好啊啦，卖阁好啊，卖讲遐啦。啊，本来王家是要叫起来做别人，啊，我是想讲先对你再来甲你问看卖，甲你参详看你意思安怎，再来去王家讲。哪会知看你啊，伫路边啊，伫起啊，直行直行直行，甲你叫叫也唔听，是讲哦，你看安怎？既然我都来啊，啊，讲讲者，我当等换一下衫去王家。那我即摆钱强倒去啊，无钱通好做嫁妆啊，是要讲什么啦？哎呦，什么嫁妆啦？王家遐尔好个，伊要订你什么嫁妆？啊，那你哦，搁较干嘛是要冰箱啦、电视啦，迄要摕去王家甲伊相加呢？人即摆吼，伊哩平时安尼讲，讲看你意思甚物款，希望阿兰紧嫁去，爱唔至诚哦，心在定啦。人搁讲呢，阿兰哦，有一天不得了大起来，迄房仔衫穿着歹看啦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我惊我巴肚伤大，到时房仔衫看袂嘛，就真歹。对啦，啊你即摆安怎样啊啦？当然是好啊，阿母。啊，那好就好，拍算啊啦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是走去倒啦？我哪有走去倒啦？恁阿母哦，走去跳水，懂？阿母，阿母，无啦，我哪有要死死啦？我是想恁爸走去溪边去上溪水啊，是。是，老大弟一日搞我送，一日搞我送，送到溪底去的啊！哎呦，好听到袂跳针哦！我甲你送，拜托的，我是看你直聊直聊，甲你叫你唔听，两个在扭扭来，扭来扭去，扭到拢破了，我嘛可以搁当瓜果。是你搞我送的，我这边飞起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好阿母，你哦，卖甲阮吓惊啦，这钱阿母，咱搁赚着有啊嘛，吼。是啦，母，你千万唔通想袂开呢。是啦，母，无钱无要紧啊，啊，我好加好抢嘞，我可以拍拼吼，等咱甲钱赚转啊。对啦。喂，你姐哦，阿母已经转来，你放心啦。啊！你要跟我回来啊？好啦，我会跟阿母讲。好。那要认真排名是我才排名啦。嗯，安怎讲？你想看嘞？后生媳妇早起拢遮关心你，你安尼吼，一个月薪无看人，大家都烦恼到要死，四个伫找，无参像阮迄个啦。我要做生意，坐出去甲拍无，顶下才是捡着。啊，咱生意一日了尔，我叫伊紧娶也唔娶，你看你啦。后生查某囝媳妇，当在你身边偌好命。唉，若讲歹命，我才是歹命，我实有够伤心。金宝啊，歹势呢，阁麻烦你安尼走一撮。啊，不是在饲阮，阿公麻烦。虽然随风唔请教我，不过也是我好事。这我知啦，是讲金宝啊。你昨暝哦，讲一句话，无怪有你这听到心肝会无爽。我是讲什么话啊？哦，无怪伊昨暗嘛，拢无啥爽快，唔肯跟我讲话啦，害我咧三无脏的。啊，你昨暝才讲的话，安随袂记的？啊，就讲到分财产，你讲一分要予随风，啊，一分要予我，就是无去讲到有你这啊。哦，原来是为了这件代志。我是讲哦，尤丽最近都改变真多，对你嘛真好。哎，那讲到这件代志，下巴长啊，又搁变歪啊。莫讲尤丽错啦，那我真正是我吼，我嘛会无欢喜啊。我那是分财产，后生查某囝，大家拢嘛有。当然啦，我会留一寡给恁两个老人做老本啦。你嘛要分一份吼，我唔是要甲伊分开大。你若安尼讲吼，都较差不多啦。本来就是安尼，那差不多。不然这伊嘛要钱啦，我等伊，我好好讲伊者。嘿，千某啊，你着温柔甲伊讲呢，讲互伊了解，安尼伊着袂受气啊。查某人嘛，总是安尼啊。啥就讲，有你若像你安尼明理啊，想会开啊，毋知还好呢。
张小姐哪还没来哦？可能公司咧无闲啦，你看你咪来啊？啊，你真是这么介意这查某囡仔呢？我就感觉真是袂歹咧，看了有介意啦。我是讲，不管倒一个查某囡仔，只要随风若介意哦，我拢不要紧啦。啊，不过随风都唔知咧安那，未输敢那无一个查某囡仔互伊看会上目咧。啊，对迄张小姐吼，嘛咧无义无义呢。我想着都头壳足疼的，唔知约你出来。是啦是啦，素华嘛一直甲我讲哦，伊这同学哦真好真好啊。为着随风啊，我咧做老爸嘛一定爱挂过来甲看一下。阿姆。姐姐，歹势啦，啊，着了代志哦，耽误着，所以怎我才来？不要紧啦。这位是？我是随风的老爸。阿伯，你好。阿姐啦。姐姐。阿伯，歹势，我应该找予伊董事长才对。阮公司甲恁公司一直有生意场的合作，啊，阮公司的业务吼，大部分拢是我咧负责，所以才希望董事长甲阮斗牵线、斗帮忙。啊，张小姐，董事长，你直接叫我宝莲就会用你啊。哦，我来叫你宝莲啊。你应该知影，三七哥今日请你来遮，是为着什么用意？知影。既然你知影，哪会搁咧甲我讲生理？敢讲你的事业心真正是遐尼重？不是我的事业心重啊，是因为迄天随风已经当面甲我请过事啊。不是我无要甲伊交朋友，我只是要互伊感觉讲，我一直咧甲伊高高低。我今仔日会来。是因为阿母做人足好诶，也足慈祥诶，所以不然啊，你莫阁讲啊啦！迄天随风安尼对待你吼，我嘛足受气啊！我到即卖还阁无甲伊讲。阿母，你哪都安尼啦？随风伊有伊家己诶想法，搁再讲感情诶代志是袂用勉强诶。不然。听你讲话，我知影你是个真捌人、真细心的查某囡仔。不过，我希望你会当了解，随风，伊不是无介意你，因为伊伫个感情上捌受过伤害，所以对感情伊会特别细腻。伊真正不是因为要伤害你。阿伯，是真实的。三十个甲说话拢真好努力啊，所以我也想要知影，你是不是真是介意随风啊？青木啊，这哪着讲问啦？既然安尼哦，啊，顶届随风对你无礼貌的代志，你都原谅伊，恁两个就会当重新做朋友啊。宝莲啊，阿姆都甲你讲过啊，随风这个囡仔吼，都较无嘴碎，较含慢讲话，啊，不过伊对我真友好呢。你应该嘛捌听人讲过啊，会友好是大个查甫人，嘛会是一个好翁婿。是啦，随风哦是真有才情，我相信你也看会出来。不过我是感觉你的事业心真重，假使讲。你若会当甲随风结合，我嘛会当伫恁的事业上甲恁支持。阿伯，多谢你啦。也毋过，就算讲我对随风印象搁较好，我嘛毋敢主动搁去表示。假使随风若想要搁甲我交朋友，过去的代志，我嘛袂甲伊计较。无怪三叔可会这么介意。我就甲
你讲宝莲这个查某囡仔吼，也真好啦。宝莲啊，我讲是叫随风去找你，啊是你来找随风拢好啦。啊，毋是希望讲你用暗会当来陪我食饭吼。宝莲，随风讲伊爱加班，我感觉足无伴的。啊，你嘛知影暗最近身体无通好啊。要不过，我公司还阁有足多代志，都还袂处理好势。不要紧啦，我会用去等你啊。阿姆阁会用甲你挂保证，假使随风若转来厝看到你吼，绝对袂阁有像迄间个代志发生吼。宝莲，我才叫素华甲你同齐去的。是你哦、喔，你叫我要安怎解决啊？拢已经大把倒啊！这毋是负责的问题呢，你把代志搞到这大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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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有闲才甲你讲，好不？啊，你谁啊？免啦，拄才听你咧讲什么武大，什么负责任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无啦。啊是客户吼，叫我 case 才较大个啦。哦，志良啊，你着当接这个位啊，接 case 就袂用个上贪心啊。你一定爱甲工厂迄边爱互相配合，若无公司个信用会拍歹。爸，这我知影。对，拄则去总经理个办公室，咱无看到随风，你今仔是请假是？无啦，伊去工厂迄边啦。爸，你敢知影哦？伊甲志祥哦，起码煞伫个小姐唱会办公室。我看这件代志哦，还是你出面来解决啦。志祥，我着知影你会听我的话，回去公司上班。啊，不过我今日来找你，是想要叫你快点带我的，好不？为什么？我。素兰，是不是你巴肚愈来愈大，还是？不是啦，是阮阿母，伊去用赌钱。什么？你阿母去用赌钱？唔啊，去用赌钱，而且佫赌袂少呢。素兰，你莫想讲要参与嫁恁大姐同款，我妈会摕一大笔钱做你的聘金哦。我无安尼想啦，我是无想要踮咧厝的。看伊安尼，足艰苦的，而且，素兰，我知啦，你是惊我巴肚若大起来，穿新娘衫无好看，对不对？你若知哦，就紧来提亲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莫烦恼啦。我早起要出门的时阵哦，我听我妈咧讲，伊要找恁大姐迄个客户做便媒人啊。啥？恁妈妈要叫伊做咱的白面人，啊，小儿在因当唔着拢知啊！哎呦，啊，到时阵小儿哪来闹，要安怎啦？素兰，小儿伊袂安尼做啦。前几工我才拄着伊，伊才甲我讲。伊讲啥？志祥，你即摆拢已经要带我呢，啊，搁甲小儿见面。我有讲过哦，你若是要带我，从今以后你就袂使甲小儿见面，嘛袂使甲伊来往，你嘛答应啊呢？啊！你是要怎呢？素兰，你莫在那大细声吵好无啦？讲哦，你若是搁安尼吵，我对你是反感。伊是真心祝福咱。伊讲，假使咱两个要结婚，叫我囝去听候伊呢。我真唔相信嘞！咱若真正囝去听候伊哦，到时阵一定来乱。
素人啦，需要毋是参照你想的安尼啦。好啦，关于是安怎啦？非得咱两个结婚哦，我都无想要伊来参加啦。这个婚礼哦，是咱两个，敢毋是？阿母，听你安尼讲哦，实在是足趣味。会笑我哦。小玉啊，你敢毋在这段时间哦？我头一摆看你笑，你安尼笑哦，我来水电嘛走记得。大哥，你笑我呢？啊，是原来面又敏感。你对我这么好，可惜我一世人无法度报答你。后世人，我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。查某囡仔人才几岁尔，讲说后世人，后世人。我跟你讲，你人生才开始尔，日头还足远的，知无？你不是像阿妈，晚茶两一半，阮都无你讲后世人，后世人。后摆袂用安尼哦，哦。那素兰因老母讲，赶紧要将素兰嫁出去。啊！恁大家搁愿意？可是讲我这边来去甲讲讲，人好势，志成甲素兰真紧就会结婚啊哩。阿母，我知影啦。你若是撞到志成，你会代替我甲恭喜哦。啊！你要搁甲恭喜？嗯。哎呦，恁这查某囡仔是变生疤去，我看拢无呢。我若拄到伊哦，我才甲转达啦。秀玉啊，听阿妹话，心眼放较开咧，啊，啊唔通一尴尬么？我特别出来，有时间去遐行行咧，啊，啊讲你啊，知无？我知影啦，我会听你的。我就出来去。顾老太太唔知有伫咧厝内无？嗯，望甲试看。我就甲阿母讲，迄人一定怪怪，阿母就不爱听。好啊，赖明坤，钱都已经去用骗去啊，你即摆怪阿母有啥物路用？大嫂，咱即摆上重要的，看卖有啥物办法，会当去找到迄个人，甲钱讨回来无？对啦，阿三兄有伫无？含丽玲出去啦，即摆丽玲来住咱家啦。三兄即摆无伫，这是要安怎？无要紧啦，回来我再甲伊讲。大嫂，啊，你嘛知影阿母真少面神，伊出去爱讲这件代志，若是予我妈知影，去用笑，所以千交代万交代，这件代志绝对袂当予厝内人知影。我知啦。大姐，恁客母今日来厝讲亲情。啊，着阮妈叫阮客母来做陪媒人啦。我是无赞成哦，素兰甲志成的婚事啦。伊两根本无素配啊！不过你着知影妈的个性，我袂用加讲啊，加讲伊阁无欢喜。其实我就想要甲妈讲，秀儿怎样变啦？而且伊是安怎？
无啦，梅珍哦，我着无赞成志贤甲素兰这个婚事啦。啊，不过大姐，李姐即摆已经有心啊，这是要安怎？可是安尼代志才较歹处理啦。过来开门。李坤，即摆是要安怎？我唔知啊。哎呦，阿母，我安尼啊，拄正啊伫恁家，我也看到恁两个，我即摆来到这，又搁拄到恁两个，哎，我这病人你也别来抢就对了。无啦，阿母那是，哦，我知，伊是要来讲恁老母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啊？罗太太，你来啊？啊，哎，都只听恁在讲什么？心安怎心？阿杜吼，阿华因老母吼，无啦。妈，阿阮阿母吼，无说你去跋倒啦。是啦。啥跋倒哦？老大人是袂堪要跋倒呢，啊有要紧无？不要紧啦，妈。郭太太，遐请坐啦，坐啦。志玲，林坤啊，啊你若有闲，就较食顿来看我一下。有啦。啊，丽玲即摆住伫咱兜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啦，头拄仔大嫂有甲我讲过啊。伊讲三爷带伊出去佚佗，无我连刚才过来看伊。嗯。过来坐。喂。啊，爸。好好，我再甲妈讲。嗯，好。你爸安怎讲？伊讲叫我着查甫人去阿母因家，甲随凤同齐食暗顿啦。不过我想讲，也是甲厝的吼，饭煮煮的，我才来去。免啦，啊你去就好，厝内面有我呀。啊是讲吼，恁家袂记爱早点等落去哦。啊是讲，客户。哎，袂要紧，袂要紧。你若有代志去做去，我踮恁遮吼，甲恁大家讲一下话，我就随便走啊哩。吼，啊是讲尤丽啊，带你叫我来做这病人哦。我也是应答应你啦，也毋过我这话讲头前呢，我是一定要收红包的哦，啊那袂拍七岁了。你放心啦，郭太太，我一定包一大袋红包给你啦。嗯，安尼都较差不多。大姐，我看李姐这个婚无结是袂用。大嫂，即卖李嫂都爱恁客户呀，啊恁客户搁做白媒人，那恁李嫂应该知影这个代志啊。秀瑶一直叫志贤哦，不爱跟传素来啊。伊安尼一直急脾气，我咧愈烦恼。真久无看到伊啊，即马啊想要来客户遐，看伊即马身体安怎。啊，伊的病即马。大嫂，你讲李嫂有病？大姐，这到底是安怎啦？你敢对李嫂的代志真了解呢？这代志你免管啦吼。我家己晓处理啦。即摆上较重要，你可以回去找个，把妈照顾好。爸过身了后，剩妈一个人尔。我惊伊安尼吼无聊，爱乌白想，那你还做一寡麻烦，唔够唔好。不知啦，这点哦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阿母。真无代志，我先回去，爱记得我交代哦，好。知啦。我今日找电话靠保联啦。就来去阿母因家。这查某敢不是黄水凤的老母？那是咱结婚纪念日，我送来，我替你挂。我还是无闲，
才袂记讲结婚的日子啦。想要到你安尼这么有心着，阁会记哩。来，啊，阮某替我伫照顾家庭啦，互我无烦无恼。啊，阮某放袂记就是应该啊。啊，我这做翁的，哪会放袂记一下？来看者。哇，真水嘞！我甲你讲哦，这本来是一套的啦，我要全部买起来。啊，妈妈，不论是我无啥用会着啊，无可能，这是无可能。我唔相信志良，伊会做出这款代志出来。不相信。你到遮开门，电话挂掉吼，我就伫遮等你啊啦。对你较歹势，一撮工搁走到公司来甲我载。没啦，内底坐啦。啊。素华，你奈目眶红啊？你伫哭？无啦，那有。昨暝睏了无好，头壳阁会疼，目睭酸酸啦。昨暝睏无好，目睭酸酸。哎呦，安尼你较好命呢。人阮吼一工睏无几点钟啦，下班以后吼一挂公文哦，阁摕转厝处理，啊，着烦恼业绩互录过，啊，阁烦恼生理互抢去。我捌几落摆吼，烦恼阁睏袂去呢。你安尼毋只有好命。一个翁倒伫边啊，无烦无恼，足幸运的呢。若无像你讲遮尔好啦，假使你若爱一个婚姻的生活，你着好好把握去追求啊。我是一个查某囡仔呢，我是要安怎好好把握追求？你无听人咧讲，食紧会弄破碗。你放心，银行这个碗吼，我甲伊顾甲好势好势，袂叫拍破去。素华，为着我的代志，互你这么麻烦，啊，你这么用心在甲我斗三工，连恁达官拢出面啊，我实在对你吼，感觉足歹势，嘛足感谢你。那就真客气，咱本来就是好朋友、好同学啊，是方嘛是算王家一份子啦。卡叔公。你若是嫁过来，安尼吼，咱就变同事啊，叫做亲上加亲嘞。对啦，你敢无用偌久哈？哦，搁两项处理好就好啊。搁花十分钟，我随好吼，姐姐哈。你无用。我想拢无，想到迄套珠宝，拄仔分错两个，跑来另外家。耳朵甲手指甩你迄个查某呀？到底迄个查某是谁嘞？志平。哎，什么代志？卖讲阮爸母过身这段时间，就算这几年来哦，我嘛毋捌算到遐尼啊欢喜过。志平，多谢你啦。你搁甲我说多谢哦，我甲你抛哦。
我讲的是真心的啦，我是高早仔，啊，自细汉到大汉都无啥物朋友。你嘛知影，阮爸母管我管啊足严的，唔准我出去佚佗，啊，规工拢秘伫个厝内。啊，妈妈呐，常常甲我讲，查某囡仔人若大汉咯，就是要嫁人个啊。啊，一定要甲厝内代志哦，拢学啊好势。啊，我唔只会学煮食，学做点心。啊，有闲的时阵哦，我也会弹钢琴，啊，嘛会画图。画图，我嘛要画图呢。我知影啊，所以哦，我想要请你教我画图，安尼我嘛较好度时间。七少年八少年，什么度时间呐、啊？你有时间的时阵哦，你都爱出门行行，出个运动一下。我你看，你面色遐歹去。我知影啦，阿辉弟哦，我即摆都爱领导，我啥物拢听你的，安唔就好啊。对，听我的都无唔对。时间无早。我有一个朋友住伫遮附近，我想要去看伊。若无吼，伊等下去上班啊。安尼你紧去啊，我到遮等你。也毋过拜托一下，你莫阁有病走，若无我会死个足歹看。好啦，我知影，这边哦，我若等无着你哦，我绝对袂走啦。安尼才乖啦。进来来，坐啊。拄好经过家，顺便来看你。原来是新嫂。安娜，都啥环境？不系啊，你毋是毋知这个时阵我拄好要去上班呢。我知啊，都是为着要来看你啊。大车开偌紧的？这车唔通开遐紧呐，啊，你足危险的，你知无？哎，最近哦。拢是我咧教别人啊，来遮颠倒互你教。我哪有教？林雪，你敢那怪怪呢？好啊，我哪有怪怪啦？真是足无用。袂啊，阮妈的好朋友，伊个查某囝住伫阮家，都来领啊，你熟悉啊？妈，叫我尽地主之谊，带伊去四处行行。听麦，看无你脚步。